爸 B 同你剪头发喎、哦，咦？剪个型仔啲嘅头发。哇！啊、老婆今日又出嚟揸车啦！我同大家讲啦，我迟啲、迟啲、迟啲、迟啲咧，要带翻我个仔去翻香港啦！耶、yeah! ！早晨啊，咁多位，好耐冇拍过呢个 BTS Family Vlog 啦。咁今日我嚟做咩呢？好明显就系睇到爸爸帮个仔仔剪头发，终于等到爸爸可以喐手咧去剪头发啊！睇下先，好似几 pro 咁喎。我哋就匿喺个厕所度。同仔仔剪，睇下先，睇下仔仔惊唔惊先。啊，爸爸咧就买齐晒啲架撑，有个水壶，有啲靓靓嘅胶片，都几靓噶喎。呢啲唔关事，呢啲系啦，嚟帮佢剪头发。哇，仲有埋呢、這个好似围裙嘅嘢，用去剪头发。紧紧张啊，仔仔，吓、啊，爸 B 同你剪头发喎、哦，咦，剪个型仔啲嘅头发喎、哦，系咪啊？你系时候要剪啦，我哋成年都冇剪头发啦。最后的成果就是仔仔冇耐烦，又好眼瞓。爸爸又想剪得完美少少。你剪埋呢边啦。Few moments later， 仔仔顶唔顺，瞓觉啦。Anson， Benjamin。仔仔终于醒咗，不过见到你个头罩就非常之好。靓仔，仔仔，哎呀，我唔认得我个仔啦，已经搞成咁，唉，几靓啊！唉，发生咩事？
仲係好眼瞓，平時瞓好耐噶。你睇下，而家先係11:00啫嘛。平時瞓個半鐘或者兩個鐘先醒，係咪啊 ？B B。很开心啊！出只鞋啦你！哦，我哋咧嚟到呢个 H Mart 买餸。買了兩棵菠菜、烏冬、什麼的丸同埋啲菇咁樣，全部都是特價的。哇！啊、老婆今天又出嚟揸車啦。係啊，哦、今天終於可以。其實應該係呢幾日係已經去揸車噶啦，因為咧咁樣成日等老公唔係辦法，所以我一定要學即係揸美國嘅線咁樣。咁就睇下我自己揸得熟唔熟。順便老公又可以提示一下，因為女人一定要在美國生活學揸車，不可以成日靠男人，如果唔係真的很麻煩，是不是老公？哇！飛車黨，佢應該係衡量咗我行嘅速度，所以就插埋，係咪老公？可能佢想投胎早啲。好啦，我哋咧终于咧翻到嚟屋企啦。老公，我头先揸车点啊？几好啊？几好啊？哦，好好，都好好评价噶啦。诶，其实真系好好嘅，因为之前有几次揸车咧，佢好唔老皮。系，你都知两公婆系咁。咁咧，更新一下我哋啲近况啦。咁咧就讲下先啦。我老公咧最近咧就转咗个 shift 啦，终于系咪啊？係啊，咁其實唔係佢好多朋友都知嘅，因為佢係今年一月尾啊，定二月頭轉啊？唔記得咗啦，二月頭啦。係咯，大概二月頭轉啦。咁其實咧，今日咧就係我老公 on call 啦。原先咧，我諗住今日安排咧就去公園咧，同仔仔啦，同老公啦去行下啦。咁啊，試下咧仔仔咧實測一下佢可唔可以著鞋咧去行路啦。因為佢喺屋企咧多數赤腳嘅，咁我都鼓勵咧啲 BB 咧盡量赤腳行啦，因為佢個 sensory 咧可以更加容易啲去行路啊，咁樣咯。咁所以咧就但係因為遲啲啦，同大家講啦，我遲啲咧要帶翻我個仔去翻香港啦，耶、！因為咧我終於咧就買咗機票啦。咁幾時買咗機票咧？就係11月份嘅時候，臨去加州嘅時候，老公同我講：喂，國泰做呢一個機票喎、咁樣特價機票喎、咁我就執到平機票啦。咁啊，大概1000多元啦。咁本身咧就計自己咧1000元左右到啫。咁但係因為咧佢嘅燃油附加税咧 ，B B 嗰個好貴啊，係啦。咁我就冇買個 seat 俾佢啦。咁但係都貴，但係都執到平貨，我覺得算好啦。因為我前排 check 翻咧，我嗰段時間翻香港咧係要成7000多元，係7000多元啊！哇，諗起都哇好感謝主啊！真係，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我諗我
應該帶不到 BB 回香港的了，是啦，這樣，因為香港剛剛又開放了，那我們都很開心，因為前排我很擔心呢，就是要戴口罩，因為我 BB 一直以來由出世到現在是從來沒有戴過口罩的，那如果他要戴口罩的話呢，我就由這段時間開始又要訓練去戴口罩，那有一段時間我就收到說香港準備要除口罩了，那我就覺得很開心很期待啊，那終於呢是一段前排的一段時間咧，終於可以係除低，即係取消個口罩咁樣咯。咁同埋你都知啦，香港好危局噶嘛。咁如果我戴口罩咧，我孭住我應該會好辛苦。不過呢個 trip 咧都同大家講啦，我自己帶仔仔去旅行啦，去探我屋企人啦。咁就我老公唔去啦，因為咧我老公可能冇咁多假期啦。咁二嚟就我哋有另一個計劃啦，咁樣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老公，你會唔會好掛住我同 B B 啊？睇下点啦，应该都 OK 嘅。你放唔放心我一个人带 B B 翻香港啊？放心，点解唔放心？我喺加州都落多多。但系加州嘅时候系多数你揽住佢嘅喎。加州咩啫嘛？加州六七个钟啫嘛，加州都成六七个钟。系啊，今次系争十二个钟喎。咁你俾心机翻工，努力赚钱。嗯。系啊，就系咁啦。B B， 你睇紧咩啊？第一次开呢个俾佢睇，佢觉得好好奇，点解爹哋妈咪会喺度晾衫？喂，你喺度咬啊 ？No 啊，污糟啊，傻猪，唔咬得噶。哇，你睇下，咦，即刻有口水啦！你傻猪嚟啊，真系。去玩其他嘢。你炒啲咩啊？嘿。